其实我哋好耐之前都有讲过，其实你阿妈系白衣嚟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阿碧师傅人未翻嚟香港，就已经 send 咗几张相俾我，就系佢阿妈喺嗰边做紧一啲嘅，系咪算唔算系法事？法事系啦，咁不如你同大家讲下系啲咩嚟嘅？我哋先睇咗两个神像嘅相先啦。系啦，呢啲系贡品。嗱，呢个咧就叫乌亚提维神，就系象神嘅妈妈。我好似听过呢个名，哦，系象神妈妈。不过佢系打仗个法相，打紧仗个法相。O K， 系啦，即系所以就揸住好多武器嘅。系啦，跟住头先嗰啲全部啲贡品都要齐，唔准漏嘅。系诶，除咗呢一个神像，仲有呢个噶嘛？施工头，施工头，施工咧系灵，用法嗰啲咧要靠佢。系。连乜嘢都要关施工事，系无论情况又好，感情和合又好，整黑人又好，系整白人得唔得？整白人都得，整到个小人消失都得。O K， 系啦，都要靠阿施工。即系其实好同唔好都得嘅。系，但系唔好嗰啲咧，真系人哋害你先，你先整啦。嗯，咁呢个法事咧，其实系一直以嚟，今年都好似。由2005-2006年开始，嗯，都十年咯，系都十年，我陆续每一年都要咁样拜，嗱，咁我就用一对鸡，一对猪头，哇，猪头系真系好明显，系啊，跟住一齐晒，一对鲨鱼，系，跟住一对蕉，两大梳，系两大梳，中间两个蕉中间嗰个咩嚟噶？啊，嗰、那个就叫做叫咩啊？神嗰啲贡品嗰啲首饰啊，嗰啲其实呢个咧系假嘅，系胶嘅。其实真正只鱼咧，有时间咧，我有时间咧，我会自己用啲蕉叶过嚟接，跟住钉上去，变咗咁样出嚟嘅，明唔明啊？跟住中间咧系装饭。装完饭咧就撒一粒蛋摆上去，跟住整咗盖尖吸落去，咁啊就成供佢。但好耐要整，即系里面有只蛋嘅。系啦，整要整好耐先整完噶。系逐块逐块咁样手工艺嚟噶，系手工艺嚟噶，大佬仲要白色一粒粒嗰啲咧，我就要黐在嘅。系啊，就我自己就要另外去买嗰个茉莉，系过嚟插上去。Okay， 是咁你卷嘅时候你仲要漏窿呢，如果咪插唔到㗎嘛。Okay， 是今日有十支蜡烛十支香12元，跟住呢就十对白色花仔。是咁另外仲有两碗係白色一粒粒。是啦，嗰两碗呢就用係粉红色一个白色。嗰个呢就好似年中国嗰啲新年嗰啲黐立立嗰啲叫咩？年糕、哦、，OK， 好似用紧年糕嗰啲粉，嗯，系，但系年糕好硬噶嘛，系，但呢个咧粉圆嗰啲啦，系啦，系粉嚟噶，系粉嚟咧，沟水，系，跟住沟颜色，系，跟住即系都系啲糯米嘢之类噶嘛，系啦，跟住我屋企有嗰、那个。有 coconut 噶嘛？系椰子，系啦，跟住咧劏开一半，刮佢啲肉出嚟，沟落去，好好食，用片糖炒，好好食，系啦，嗰啲就唔系你食，系啦，我唔系我食嘅，跟住咧用啲粉咧沟咗水之后，慢慢包。跟住嗰两碗嘢前面仲有四碗细嘅，嗰个系斋菜，虾鱼系，同埋。海鲜系啦，攞嚟整嗰啲酸嘢，系攞嚟整啲酸嘢。O K， 系啦，咁啊就供佢。嗯，咁啊，其实呢个法事好鬼灵劲。系嗱，我哋可以再去第一张相先嘅吓，咁啊，即系成个 setting 就系而家见到咁样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啲要有啲白布喺侧边拉住咧。啊，嗰啲系因为隔篱嗰个系厕所嚟噶，所以要揾一系啦，要尊重咯，整一个。其实我妈系拜咁多神就三个啫嘛，系啦。跟住，但系佢啲神咧成千几个，嗯哼。因为佢本书咧，佢嗰个书咧里边个名咧要念成一个钟啊，先至拜完呢个嘢。拜嘅时候要念好耐，咁里边全部都系神名。O K， 我哋叫晒过嚟，跟住啲神系啦，叫晒过嚟帮手。系咁啊，拜咗之后咧就，佢就叫我入去插香啦。
我而家就见到呢一张相咧，就系已经系拜紧，所以啲香系已经插晒喺所有嘅贡品上面。系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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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啦。同埋咧，你哋我哋个客咧，有时喺坤镜求嘅时候咧，佢哋都去帮嘅。嗯，系啦。哦，白切鸡嗰啲啊，系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佢系其中一个系食肉嗰啲神，系佢唔会斋食斋嘅，系因为食肉嗰啲神你知见效快啲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平时啲人上去八楼求咧，就求我妈嘅神，明唔明啊？系啦，就系求依堆神，就系越南嗰啲神 ，OK。系好，咦？我记得呢一冧相，其实你妈咪喺度啦，系啦 ，OK， 系啦，哇！佢嗰三本书，我迟啲都要接噶啦，呢个法，嗯，系，不过我唔会用咯，嗯，我斋拜完之后，跟住求财算啦，系，因为佢里边有啲害人，有啲整死人 ，OK， 有啲帮人，但你要识噶嘛，识咗之后先至可以识晒噶啦，一早我已经做啦，只不过。佢唔想做，佢话佢我老啦，我唔整啦，咁啊你咪收山咯，即系唔整就失传啦。其实系我就揾另外用一条拉咯，咁到时系另外一条拉，咁到时咧，到时如果真系唔用另外一条拉，咪用翻佢咯。嗯，系因为佢都好灵强嘅。嗯，你系俾嗰啲蝎子咬完之后，用经文吹，唔使搽药，五分钟内散，系唔痛。O K， 第日翻到工，嗯 ，O K， 系。好劲，好劲，好劲！佢系癫到直情系，佢一嚟嘅时候咧，你个假天花咧系咁样嘅，喐啊，喐摇啊，系个神嚟，个神嚟嘅时候啊 ，OK， 个力量好大。哇！你望啊，你望住我妈初初唔知啊，就都系攞把枪爬个楼梯上去，边个嚟噶？边个嚟噶？冇啊，冇人啊，真系。好在唔系日本，以为地震。系咯。真系以为地震。你而家咁咯，你假天花喐，喐啊，假天花木嚟。真系摇有声噶，仲要就系佢哋咯，佢哋呢班神咯。OK。系啦。好，咁啊，我哋仲有冇相啊？呢个如果冇就可以。褪去下一个。去下一个 item 啦。系啦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咧。另外嗱，你每一次啦都会带一啲喺泰国嗰边嗰个驱鬼节目啦，嗯，咁都会带嗰个节目嘅一啲片段俾我哋睇嘅，系，咁而今次咧嗱，我哋通常咧都会系一开始就俾大家听一啲 V 哇鬼叫嘅声先啦，或者系嗰啲喊到汤猪咁嗰啲声啦，跟住先至慢慢收咗个声就由毕师傅讲解啦。但系今次咁，但系今次咧，因为都冇啲乜嘢系好惨烈嘅。因为成件事基本上都好惨，咁所以就唔需要特别俾啲喊苦喊屈嘅声俾大家听噶啦。咁我哋纯粹去住条片一路俾大家睇嘅时候咧，咁毕师傅就可以同我哋讲下究竟呢一次呢一单嘢又系啲咩事先。ต้องหาไปชี้จุดว่าเอาศพไปทิ้งแบบไหนแบบไหนซึ่งเป็นตำแหน่ง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จุด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หลังจากที่ทุกคนได้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มีบางสิ่ง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ผิดปกติ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ทางญาติคุณนกก็ได้บอกเล่าให้ฟังว่าดวงวิญญาณของคุณติ๊กได้มาสื่อสารผ่านตัวคุณนกบอกถึงตำแหน่งของจุดที่ถูกทิ้งศพคุณนกจึงได้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ับทางมูลนิธิเพื่อตามหาคุณติ๊กผู้เป็นสามีจากคลิปเสียงที่ทางญาติคุณนกได้อัดเอาไว้ขณะที่คุณนกรู้สึกไม่เป็นตัว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ซึ่งการเดินทางเพื่อค้นหาศพ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ไปอย่างยากลำบากเพราะอยู่ในเขาลึกอำเภอท่าตะกี้坚持唔睇视像嘅朋友，其实我真系唔好想解释俾你听，不过都要讲下嘅。喂，系啊嘛，你乜嘢坚持啊嘛，系嘛？坚持唔睇视像做咩啫？嗱，咁不过都要照顾下嘅，因为咧，其实佢系画面咧，多数都系除咗你见到人讲嘢之外咧，其实就喺个森林里面，成堆人喺个森林里面系咁行，系咁行，系咁行，抬住啲嘢又系咁行。你知唔知？但系就系见到咁多嘅。抬住啲乜嘢？知唔知？我净系见到有块布包住一嚿嘢。条尸死尸哦 ，OK OK， 喂，因为嗰个死尸咧就系、是、嗱，
嗱，我哋片里面有个女人自己喺度讲嘢啦，喺个录影厂里面啦。咁跟住咧就少有地咧就见到所有嘅主持咧，其实都定晒，跟住开始咦开始处理啦。咁啊，叽咕噜唔知佢讲咩啦。系咁啊，佢老公咧系消失咗三四日噶啦，已经系。系佢已经周围揾，周围抄，又去报警，又成都揾唔到，都成个礼拜都消失。系跟住佢就走去撞。去揾去开始迷信啦，去揾占卜啊，去问呢样嗰样啊，咁就撞到个和尚，个和尚话你老公已经系死咗啦，冇可能嘅事噶，佢啱啱咩啫嘛，可能佢去边咧，佢唔会，佢都冇小人，佢又唔会容易得罪人嗰啲人，佢好小心，每一步都因为担心家庭噶嘛，佢唔会咁早走嘅，佢唔信，阿和尚话你试下之后早咧，你又化缘俾你老公，跟住第二日咧，你就会揾到佢噶啦。咁佢都系仍然唔信嘅，但系佢都会做嘅，因为佢想话佢老公佢真系冇办法啊嘛。系佢做咗之后咧，咁佢老公即刻嚟啦，想佢个仔身。Okay. 是啦，跟住就讲晒出嚟个故事系点嘅，原来系佢个朋友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啲钱银问题咧，就杀咗佢，揼咗佢，跟住就拉佢入树林，个树林就系我妈屋企隔篱，我系一个省，好近，搭车过去应该系两公里都到嗰度，不过要爬再爬上山嘅，系啦，咁。上咗个仔身，个仔已经讲晒出嚟，我喺边边边边边边，你去揾我啦。应该都要讲好耐，因为树林好深噶，要上山两个山嘛，大佬。佢真系惊俾你知，真系匿埋条尸，匿得好劲噶。咁你见到嗰个佢搬落嚟嗰个咧，就系其实死咗都烂晒啲肉噶啦，都成八九日啦。都融地嘅啦，腐烂系啦，霉霉地嘅啦，其实都嗱，今日就叫晒嗰啲人咧搬个条尸落嚟，系啦，跟因为讲紧其实佢系失咗踪三四日先至揾电视台帮，唔系先至揾和尚，和尚先揾和尚帮，系啦系啦，呢、這个电视台就系发生晒啲事，佢哋先至咩嘅啫嘛，先再拍系，跟住咧。最尾个问题就系嗰啲叫咩啊？佢话佢老婆咧系冇车，要去到边度？因为开嗰啲士多噶嘛，你搭车又真系唔襟计嘅，明唔明啊？去买啲嘢翻嚟卖，咁啊赚唔系好多，佢好担心，所以佢叫佢个。佢去报佢个仔梦，话你冇烧我住，哦，系你留我喺度先，我会我帮埋你哋先啦，哇，等你哋大个先，你先烧我啦，好嘛，系啦，跟住佢啲亲戚咧，个个都决定唔想去两次白事，跟住佢唔听嘅，第三日，因为要叫和尚念七日嘅，先至烧。明唔明啊？但系如果谂住唔烧咧，就唔使请个和尚过嚟念嘢嘅。明唔明啊？系跟住咧，第四日佢唔听啊嘛。第四日，我和尚间庙里边嗰啲音响啊爆炸，嗰啲喇叭爆晒烧晒，跟住就佢老婆就话：我都话啦，佢话。冇烧佢住啦，都话，佢唔肯啊，烧咗啊，未啊，就系即系唔好俾佢再高啊 hit 佢，系啦，咁你一路你越近第七日咧，佢就嚟俾人烧咧，佢就佢就一不停咁发啲力出嚟啦，叫啲人冇烧佢条尸，因为要继续照顾佢家庭，系，唉，听完都好惨，OK。咁佢嘅结果系有冇烧到？个结果咧冇烧到，系都系摆到今时今日，我都未烧，未烧。
跟住佢啲仔女个经济都越嚟越好嘅。嗯，其实最紧要，因为点解佢咁高力量呢？佢系唔正常死。佢个力量系强过普通老死。枉死，中国叫枉死，十倍。枉死嗰啲人真系好劲。